我们接下来拍韩式证件照。对，听你要讲说韩式的证件照的修图功能超强的，超强的。对，因为我们要结婚了，所以我们决定来拍一下新的那个身份证证件照。对啊，希望我的大饼脸可以获得救赎。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拍韩式的，听说韩式的那个修图效果跟拍摄的光源啊效果都很好，而且有很多人都会趋之若鹜的跑去韩国。专门去拍那个证件照，对啊。那刚好台湾有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啊。那我们顺便记录一下拍摄的过程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上去吧 ，Go。Now that you're gone, I finally gotten rid of my anxiety and all the little demons that were haunting me. Tell me why I miss them.Now that you're gone, 我们现在要先拍我的吧？对，要拍你，要先拍我的。然后 Anna 在这边在准备妆吧，她的是有含化妆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，她现在在施工中。施工中。老实讲，我们其实第一次来拍这种就是工作室的拍照的，我们平常都是去拍那种 3.5 寸照相机的管的。第一次大家这样看着我，觉得有点小害羞的感觉。而且我刚刚是一个满头大汗进来的，头发都粘在头上的这一种。你觉得你那个妆容要走什么样的风格？没有，他就是帮我整理一下妆容这样。是吗？对啊，然后拍韩式证件照，这样修的比较少，这样可以。我觉得你们今天帮我拍的可能会有一点，之后那个修图的和施工有点困难。不会，因为我这个面积坪数比较大一点。知道我的婚纱照的部分是，通常是女生在修那个脸的面积嘛，是我老婆不满意我脸的面积，然后就说再给我多修一点，然后修到最后我是有点这边有一点像是那种被削的，我说跟那个他们的那个修图师跟他说抱歉的感觉，所以今天就辛苦你们，麻烦你们啦，对，都是我的要求。对啊，你知道我还要特别跟那个讲说，你拜托你帮我跟他那个修图的讲一下，那个老婆要求，对对，他脸比较稍微大一点好啊，你觉得看起来很瘦？对啊对啊，我帮他显瘦哎，好去，所以现在是我先开始吗？对，你先，好，谢谢，好，今天容易有汗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捍卫战士，捍卫战士，捍卫战士。Slowly getting used to reciprocity.But sometimes my heart is cool with mediocrity. But tell me why I do this. 是我的成品。哇，第一次拍这种的。我们可以主要看表情，嗯，眼睛那些。眼睛有时候会稍微闭一点点。对，我很容易进入放空的状态。妆法。我有大小眼。大部分男生都、哦、都有，然后会高低。对对对，对这个。我有高低啊，我右边也比左边高。很少人会知道完全对称，是吧？因为我觉得我脸就是一个极度蛮不对称的感觉，我右边脸比左边还大，对啊。平常看看镜子的时候看不太出来，就是明显的字那些是不能 P 的，就是像是你的特征的那种感覺。对，你的特征明显特征的话，对对，就会帮你做保留。海关也是那个，但是稍微脸型稍微修顺一些些是 OK 的，嗯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我这一趴结束了，谢谢，辛苦了。怎么称呼 ？Vic 哦 ，Vic 对，女生宿舍对对，嗯，我们刚刚还选说我们要那个选择要修饰的那个选项，然后一般是修那个痘吧，然后一个是像修的明星那种修脸啊对称的，我毫不犹豫给他选择，我就是要明星的，就是要，我就是要那个看那种差别大不大的，拭目以待哦，啊，辛苦你们了，拭目以待，我的intro已完了，我们来看 Anna 的 ，Anna 还在施工中，哦。你是好像有点变不一样，你不错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当然没有觉得心情舒畅很多，是你心情被发现了吗？我觉得你现在气色看起来好多，对啊，嗯，有专业的跟我自己画不一样，真的有差哎、欸，我已经帮你看好了。他们等一下会叫你填那个表单，会有选项，一个是自然的，一个是明星的。对，你可以直接帮你选明星的，因为我也选了。我脸的坪数可以从45坪降到30坪，就靠这个机会。人家房子都不想被扣公设，我脸超想被扣公设。我们现在就来等一下吧。然后最好是好的哦。叫婷婷。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婷婷。
就交给你我老婆的中法。哇，你看起来好典雅啊！哦，要记得缩下巴哦。对。因为我刚刚要缩了蛮多次的，我会不由自主的想把下巴抬高。双下巴。对。好，这个交给我就好了。对啊。那边这边吗？Why do I allow that? Why? I'm moving along. I finally threw away that. 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回来了。距离我们拿到照片应该已经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了吧？没有过一个礼拜，其实很快它就修好了。我们是上礼拜天拍的，对，然后是这礼拜。然后三还是四的时候，他收到一个修片的资料，跟我们讲说，请我们确认。其实他动作还蛮快的。那等于大概只有四天的工作天就已经完成了。我其实韩式证件照之所以会想拍，是因为其实每个人在结婚的时候，然后就因为我们双方都要换证件，所以就会准备一些照片这样。你就会想说，哎，如果你要换证件的话，想要美美的给他，对，就是换一个漂亮的照片。这次的话，我们是就是刚好看到的就是那个非常婚礼，他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团购。社团叫做新婚团揪团购这样子，然后想说，哎，板娘，因为她自己是过来人，然后她会觉得说新娘有些需求，她会去帮忙去谈一些，最了解了。对，然后所以她就帮忙就是揪团这样子。她这次谈的那种拍韩式证件照是跟女生宿舍。对，又在跟其他工作室一起合作，而且再来是因为他其实除了单纯的拍照以外，他其实也有跟那个新密婷婷有没有？他也有，对，他有帮，对，有合作，就可能就是他可以帮你化妆，你只要加购一样的钱，所以其实这个团购下来，其实我觉得还 OK， 算是便宜的，就反正1000块有找就对了。哦，对。你的大概500块有照，我的500块嘛、啊，然后我们一般其实拍证件照也大概要400块啊，对啊，所以因为我们是男生，我没有要求我要化妆，对，所以我自己的部分的话，我的这个价格跟平常你在洗那个证件照的时候，一般的那种照片款其实是一样的，差不多，而且你还获得了一点修图功能，所以他们等于是说一个社团，然后召集的不同工作室的人一起来协助完成这件事情。是啊，我觉得蛮棒的，算是一个不错的活动啊。他的照片最后的时候有让你选择三种选项，对，第一个就是自然干净就好了，对，就是对像偏向是一般的证件照那种程度、嗯，然后第二个就是。你会多一点修图，就是真的是跟韩式证件照的，你有美肤啊、瘦脸啊那些都有，就类似美图秀秀那种功能、嗯。然后第三个就是让你直接你回家，你给你妈看，你都看不出来是你的那个功能啊。那当然我们是拍证件照，我们不可能选到那一个。对啊，所以我们选的是第二个。对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照片吧，蛮期待的。其实我们看过了啦，那还是要跟大家。拍片的时候，最后要跟大家发表一下我们的成果。对，就是第一个是我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我发现他就是修的真的是腮帮子，他是整个帮你修掉的。对，啊，真的蛮厉害的哦。第一个，我看起来那个脸型就完全是你少了大概公测大概少10瓶吧。我少是你什么东西？没有没有，他会帮你的脸腮帮子这边修顺一点点。我看其实韩式都会帮你把脸修瘦，其实他也不会修到不像你自己，除非你有特别要求，他会就跟你讲说，你修到你像不像你自己的话，那可能那个用证件不会过哦。对。因为就不像你的人啊，海关又不可能放你走了吧？怎么可能会过？可是这个的话，你会觉得，哎、欸，好像有点像你，又好像不像你的感觉。我觉得是优化，除了脸以外啊，我觉得你的眼睛好像也有变比较明亮一点点。对啊，它有稍微调，有可能因为你当天的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状态，它可能在帮你微调，变比较有精神这样子。对，气色会比较好一点。对啊，再来就看到你的、啊。那么快就要进到我这里。Of course， 我的哇。我真的是觉得他们的技术真的是鬼斧神工，真的要感谢韩国人发明了韩式证件照这个技术，我真的是太佩服了。他帮我拍了这个照片，都有两种版本。一开始修的比较就是他比较就是女生一些些啦，对，就原本比较阳刚的线条变成比较女生，后来他受不了，然后他就说我可以再修，就是再放回来一点点嘛。但这个我有跟他们讲说，你们会对我的脸在修的时候比较辛苦一点。
果然看得出来，真的人脸有病。你有特别要求，人家特别记得这件事情。我很满意。好像一样，也有跟你一样，就是类似柔肤的效果。对啊。然后看起来就是比较清秀一点点。可是该有的特征它还是没有修掉啦，因为、就是、对，该有的都有。对啊。然后可是看得出来我们的那个五官啊，就是有极度美肤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后来我就直接跟他们那个传送给我的那个修图师讲，对，我说我可以改，直接改成那个自然纯净就好了。然后后来他们也帮我说，就是可能修太过了，然后帮我调成另外一种版本。这个就是改变之后的，然后前面这个是改变之前的。你们仔细看还是有差啦，后面那个我就完全觉得可以接受了。我比较满意的是它没有那么的平。你懂吗？就是柔肤到就是没有一些个人特征啊，比如说我的法令纹啊，或者是一些斑纹都不见的那种状况。我觉得对男生来讲的话，这样子的状况是比较合理，是比较自然一点点的。那女生的话，可能就希望比较柔肤一点。对，所以我他第二个版本我就觉得非常喜欢，我就觉得哦，就是这个 OK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一次证件照我觉得蛮满意的啦，你觉得嘞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次的分享啦、啊。之后如果再体验一些不一样的，再跟大家分享啦、啊。好，今天频道这边啊，喜欢影片记得帮我赞，喜欢影片频道的分享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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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会啊，你的那个呢？啊，来福哎。哦，我们要找来福说再见，是不是？来福哎，来福，来，来福来了，来福不喜欢躲镜头啦。来福呢？来福今天很可爱啊。来福很可爱。还有吃用那个蜜糖波提来互相跑的，来互相见，see you，see you， 好，订阅我们，拜拜。拜。哦，所以结婚登记的时候也可以来这边拍一张。没有，我们去，会去你们登记的地方。我们去公证等你们。你们直接出外景，我们去外直接去读我们就对了。对。那、啊、你们还是你们登记的当下的那些画面，拍登记结束之后拿到身份证，然后我们再去附近的公园、山或者是合体或校园拍几张互动照。哦，哎、欸，超棒的，超贴心的，帮你精修六张。对，对，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有些人会想要特别去记录一下嘛。对，因为毕竟。这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我相信我那个时候应该也会流蛮多汗的，很需要有人帮我发我一下状况。那、啊、你现在我们在拍片，然后你在那边做这个姿势，好好笑啊！你在等吗？要躲镜头了啦！你看，爱躲镜头呢，哈，楠楠，怎么那么爱躲镜头了？嘿，啊呜。